人呢？不会吧，烧到没人了。好了吗？好多了。你身体还虚不虚？你昨晚真的吓死我了，忽然发烧。我也感觉到昨天晚上流了很多汗，我的被子都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也谢谢你照顾我。不客气。你尝尝我煮的粥吧，这可是山西的吕梁小米。你煮的粥还挺好吃。这粥可能还有点夹生，我再去熬一下。喝粥好，老年人也很爱喝粥。不过以我的经验，生病不能只光喝粥，你还需要别的东西。走。嗯。三个小时后要吃的，一个是六个小时后要吃的，然后一个是饭前饭后。想不到挺细心的。我本来就很细心好吗？而且我跟您说，我要是上心的东西，我就会很努力很用心去做。那倒是。还有关于你生病这件事，我跟你道歉。对不起。嗯？哦，我发烧呢，烧得有点糊涂，早给忘了。